嗨，Hi, 今天我们来解读一下面纱。爱情带来的快乐是一种奇妙而又难得的幸福。当爱陷入背叛与死亡，人生经历幻灭与痛苦时，生命中会显露真面目。但丁《神曲·炼狱片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记住我，我是皮亚希耶娜把我养大，马雷玛毁了我。谁把他的戒指从我身上取下来，把它戴在我的头上？正如一千个读者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。” 几百年后，但丁的家乡来了一位名叫厄斯利亚的年轻姑娘。她把这些诗句变成了故事。她说：“皮亚是一位西耶纳贵妇，丈夫怀疑她有外遇，想要杀了她，但是她害怕皮亚的家庭背景，于是带着她来到了马雷玛城堡。马雷玛里到处都是有毒的蒸汽，但皮亚却安然无恙。丈夫终于忍无可忍，把她从窗户扔了出去。讲故事绝对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技能。” 在一千零一夜里，暴君每晚都要娶一位新娘，第二天早晨再杀了她。小姑娘山鲁佐德进宫后，便给国王讲了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得如此精彩，以至于国王忘记了那个残酷的计划。最后，山鲁佐德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，救下了自己和无辜少女。看来他会讲故事，能救他一命。而皮亚的故事更是成为了一部伟大的作品。据毛姆所说，面纱。 是厄斯利亚给了他灵感的故事。不同于皮亚的毁灭，凯蒂是一个从成长中获得救赎的女人。爱慕虚荣的凯蒂向往上流社会，想要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。但几年后，她的希望破灭了。为了避免成为老处女，凯蒂和细菌学家瓦尔特结了婚。生活仿佛蒙上了一层幸福的面纱。但是，凯蒂很快就厌倦了瓦尔特，爱上了英俊潇洒。 前途无量的唐僧，瓦尔特发现了这一点，带着凯蒂来到了霍乱流行的小镇。死亡每天都在这里发生，但是人性的光辉却在闪耀。经历了爱与恨、生与死的恐惧之后，美丽的面纱终于揭开。凯蒂看到了真实的爱与生活。威廉是本书的作者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他的身份多种多样：小说家、剧作家、散文家、医生。 毛姆毕业于坎特伯雷国王学校，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，后来又到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进修，并成为一名外科医生。毛姆先生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斜杠青年。但是，毛姆最著名的成就是写小说。一八九七年，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兰贝斯的丽莎》，随后又出版了《人性的枷锁》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毛姆认为，要看书就得读有趣的书。 因此，读他的小说一点也不枯燥。这本书充满了诙谐、幽默、嘲讽的意味，却又暗藏着同情与怜悯。因此，毛姆的作品不但在当时广受好评，而且在一百多年后仍然畅销。萨默塞特·毛姆被誉为最有说服力的作家。在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后，我将向您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。我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：第一大要素。 爱情降临，生活披上华丽的面纱。第二大要素，在美丽的面纱下，欲望在蠢蠢欲动，面纱一点点地被掀开。第三项内容，面纱变得千疮百孔，死亡彻底撕碎了它。第四大要素，没有华丽却虚假的面纱，才能真正获得救赎与自由。首先，让我们看看第一件事，爱情来了，生活披上了希望的光辉。 凯蒂从小就是一个漂亮的坯子，一双棕色的眼睛水汪汪的，一头浓密的卷发泛着淡淡的红光。略有不足之处是脸型有点扁平，但年轻掩盖了缺点。凯蒂的母亲早就想好了，想要让他们一家人进入上流社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凯蒂。为此，凯蒂的母亲贾斯丁夫人从十八岁起就带着凯蒂到处参加舞会，不放过任何机会为女儿找个杰出丈夫。 而不只是做个好丈夫。凯蒂经过妈妈的调教，已经长成一朵交际花了。她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虽然很早就开始了，但因为太过挑剔，凯蒂身边的男人都不是完美的丈夫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二十一岁以后，年轻力壮的男人越来越少，四五十岁的男人开始出现在凯蒂的圈子里。母亲有些慌乱。 想要降低择婿标准，但是直到二十五岁时，凯蒂依然单身，这让母亲非常生气，认为她是个白痴，浪费律师父亲那微薄的薪水，却一无所获。就连丑陋的妹妹也要嫁人，凯蒂怎么办？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剩女，再不出嫁，她就要做丑妹妹的伴娘，到时候亲朋好友都会嘲笑和嘲笑她，说她是个没人要的老处女。她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 不管跟谁在一起，去哪里，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，只要离开这里就行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瓦尔特·费恩走了进来。瓦尔特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，相貌平平，性格呆板，不善言谈，举止拘谨。自从瓦尔特在舞会上认识了他之后，他就对凯特产生了强烈的好感。对于凯特来说，这个求婚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，年龄合适。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最重要的是结婚后马上离开。虽然瓦尔特是一名细菌学家，但凯特只能从医生的角度去理解他。但是对于二十五岁的女人来说，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？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。凯特赶在妹妹出嫁之前把婚礼办妥了。不久，她就和她的丈夫来到了香港。当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，瓦尔特就是这里的一员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，似乎还算顺利。王子和公主像童话故事一样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但是，毛姆和格林兄弟不同，《面纱》并非童话故事。《面纱》这个词来源于雪莱的一句诗：“不要掀开那些华而不实的面纱。”虽然这只是一种随意涂上去的颜色，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它是真的。是的，所有人都相信了这桩婚事，就像很多婚姻一样。 凯蒂的父母、凯蒂的妹妹都会有孩子，他们会一直生活下去。世俗婚姻的幸福就像一层薄薄的面纱，覆盖在生活的表面。正如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开头所说的那样，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，远远望去，光彩夺目，光彩夺目。但是，托尔斯泰接着说，每个不幸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幸。相似的幸福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只有揭开面纱，显露出种种不幸，读者才会感兴趣。凯蒂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，她离开了沉默寡言的父亲，离开了失望至极的母亲，离开了比她丑却比她早结婚的姐姐，离开了她辛辛苦苦经营却一无所获的社交圈，跟着新婚丈夫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这才刚刚开始，好吧，这就是第一部分。女主角在快要变成老处女的时候。 得到了爱情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二大部分。结婚后，生活的面纱逐渐被揭开，无法满足的欲望让凯蒂另寻新欢。不难看出，凯蒂和瓦尔特结婚的动机仅仅是为了尽快离开家。拿瓦尔特的条件，在凯蒂看来还不错。好吧，就他吧。如此简单的衡量，又如何能长久的相依为命？别忘了，凯蒂连瓦尔特在干什么？ 他也不知道。当凯蒂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结婚三个月了。凯蒂知道她嫁错了人，这是她唯一能理解的。关于瓦尔特的其他一切，即使在结婚两年之后，她也像结婚前一样对此知之,之甚少。同时，她也看到了两人之间的巨大差距。她和母亲一样，都希望能借助丈夫的力量走上社会。母亲的愿望落空了，她也没能如愿。 瓦尔特公司的技术员在社交圈里只是个小人物，而且瓦尔特本身也不擅长交际。相比凯蒂的善于交际，瓦尔特就显得有些木讷了。作为一名理工男，瓦尔特的薪水并不高，而且沉默寡言。丈夫对凯蒂来说毫无吸引力。后来，凯蒂在一次舞会上遇见唐生，此人不但身材魁梧、相貌英俊，而且前途无量，是香港布政司助理。 很有希望去掉助理的头衔，成为真正的大人物。唐生家境优越，风趣幽默，完全符合凯蒂心目中的理想对象。于是，他们很快就成了真爱。生活的面纱开始沾满污垢，开始出现破绽，就像是破窗效应一样。一旦出现破绽，接下来就是千疮百孔。瓦尔特发现了凯蒂的婚外情，但瓦尔特依然无动于衷，只是看书的时候。 连翻一页都做不到，最后还是凯蒂打破了沉默，向瓦尔特坦白，她坚信唐生爱着自己，离开瓦尔特，她就会嫁给唐生，唐生才是她最爱的人。瓦尔特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，如果凯蒂答应离婚，那么唐生会马上和她结婚的话，否则他就得跟他去一个他已经申请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小镇，因为霍乱流行，需要像他这样的细菌学家。 唐生毫不留情的拒绝了凯蒂。唐生说他爱妻爱家，从没想过要娶凯蒂。如果凯蒂怕事情败露，他可以动用自己的力量，或者说服瓦尔特让凯蒂留在香港。凯蒂生活的面纱开始变得破破烂烂，他与瓦尔特的婚姻名存实亡。他想摘下面纱，让自己和唐生在一起多一层面纱，然而唐生却不肯。凯蒂大失所望。 跟着瓦尔特来到湄潭县，这是一个贫穷、破败、霍乱肆虐的中国小镇。毛姆曾经说过，他的小说先有人物，然后再构思故事，唯独《面纱》是个例外。自从听了厄斯利亚的故事后，他就一直想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，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故事发生地点，直到他到了中国才找到了灵感。书中所说的湄潭镇，山清水秀，风景秀丽。 如果让他充满了瘟疫之气，那他就像是一块外表华丽，实际上已经被蛀虫破坏的面纱。凯蒂和瓦尔特的婚姻就是这样。很多人认为婚姻应该是门当户对，这样才能更好的融合和理解。以前只注重经济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门当户对当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完美结合。凯蒂与瓦尔特之间的矛盾，在毛姆笔下更多的来自精神层面的差异。瓦尔特很坦诚。 他了解凯蒂的虚荣心，知道她华而不实，可他就是爱她，竭尽全力去满足她的生活。但是他仍然不明白她真正需要什么，他只是关心她，不想打扰她。但是凯蒂需要融入到上层社会中去，他的家庭需要在上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，但这一切，瓦尔特都满足不了。他总是微笑着说：“这些都无关紧要。”至于瓦尔特。 凯蒂完全看不上眼，看不起他，瞧不起他，说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，不被人重视。他们的精神追求完全不同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像凯蒂这样的女人仍然要靠丈夫过活。被唐生拒绝后，凯蒂失望透顶，带着瓦尔特前往霍乱重灾区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主要内容的第二部分。结婚之后，凯蒂发现婚姻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 红杏出轨之后，才发现所谓的真爱其实是一种虚伪的伪装，他心灰意冷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：死亡彻底揭开了生活的面纱，苦难使凯蒂重新认识了生活。来到煤潭，瓦尔特忙着工作，凯蒂无所事事。凯蒂不会说话，也不会社交，也不会和人交流。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凯蒂才能更好的了解瓦尔特。他们刚到的时候。 有个海关助理专员名叫维丁顿，帮助他们安顿下来。凯蒂对唐生最后一丝希望也从维丁顿那里彻底破灭。此前，尽管唐生拒绝嫁给凯蒂，凯蒂仍然认为他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男人，并且相信他仍然爱着凯蒂。但维丁顿这句话却将唐生的伪装彻底撕碎。据维丁顿所知，唐生很会钻营，成天戴着面具在官场上迎来送往。 此外，他的仕途也多亏了妻子。他是个花花公子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他一点也不关心他丈夫的情人，嘲笑他们是二流人物。凯蒂第一次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。相比之下，维丁顿和当地修道院的修女们，瓦尔特却是一个才华横溢、勤勤恳恳、体贴温柔、体贴温柔、体贴充满爱心的男人。凯蒂住在湄潭市，每天出门。 都能看到有人死于霍乱。美丽的景色，无处不在的病人，让凯蒂大吃一惊。死亡恐惧让他开始改变自己的世界观。在这个瘟疫横行的地方，个人感情纠葛似乎无暇顾及。更令他震惊的是一群当地修道院的修女，虔诚的信仰，普世的爱，让他们甘愿来到这危险之地。特别是院长嬷嬷出身高贵的法国贵族家庭。 但他却选择了在这里劳作，每天和弃婴、死亡为伴。凯蒂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她加入了修女们的行列，想做些有用的事情。对于死亡，他已经没有了恐惧。正当凯蒂热心帮助修道院的时候，有人发现她怀孕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因为瓦尔特非常喜欢孩子。可凯蒂心中却是忐忑不安，她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也不知道是瓦尔特还是唐生。 但现在，凯蒂已经能够面对他了。他坦率的告诉了瓦尔特，孩子不知道是谁的，他不会编造谎言，也不会为了瓦尔特的爱情而撒谎。对于这个答案，瓦尔特无动于衷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已经猜不透接下来的剧情了。如果孩子是瓦尔特的，那么孩子的存在是否能修复他们生活的面纱呢？如果是唐生的孩子，凯蒂会怎么做？他会怎么面对凯蒂母子？ 毛姆有点残忍，他使瓦尔特染上了霍乱，很快就死了。死亡彻底的毁灭了，或者说彻底的揭开了。瓦尔特临死前说了一句：“死的只是一条狗。”他带着凯蒂来到梅潭市，希望凯蒂感染霍乱。正如皮亚的丈夫一样，他想要杀人灭口。不过凯蒂却安然无恙，就像皮亚一样。狗想咬人，结果狗死了。 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，但意外的死亡往往会改变别人的命运，改变故事的结局。作为一名英雄遗孀，凯蒂重返香港，在社交圈中大受欢迎。这一刻，她似乎得到了自己曾经追求过的东西，在上流社会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。可如今，她再一次回到香港，已经今非昔比。见识过贫穷和死亡后，热闹的社交圈已经失去了吸引力。 唐生夫人邀请凯蒂暂时住在唐生家里，她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，就被唐生给算计了。对于唐生的诱惑，她无法拒绝，这让她感到无比的羞愧。凯蒂决定抛弃以前的他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三点，死亡彻底揭开了生活虚伪的面纱，使凯蒂重新认识了他的丈夫和他自己。接下来就是第四部分了，没有虚伪的面纱。 生命才能真正得到救赎与安宁。凯蒂再次受到唐僧的诱惑，凯蒂开始怀疑自己了。他见过太多死亡，自以为足够坚强。他已经看清了唐僧的真面目，自以为能够抵挡住这种低贱的欲望。凯蒂无法原谅自己，他要走了，他要回家了。但是，家是他永远可以依靠的地方吗？母亲对他寄予厚望，不过是想靠着女儿的美貌嫁个好人家而已。 他让母亲失望了，现在他成了寡妇，又怀着孩子，那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、啊！凯蒂从母亲的信中看到了客套和虚伪，透过温柔的面纱，凯蒂不知所措，甚至想死。然而，死亡再次降临，在凯蒂回家之前，他的母亲病逝了。凯蒂心中百感交集。这是凯蒂结婚后第一次回家，在过去的几年里。 凯蒂从一个虚荣做作的交际花蜕变成一个经历过生死的成熟女人。她敏锐地察觉到父亲的变化。曾经的父亲在家里并不重要，只是家里所有成员的生活费。因为她是他的女儿，所以他必须爱她。他从来没有想过父亲会怎么想。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与父亲单独相处，他发现父亲已经变了，自己也得到了解脱。 瓦尔特之死揭开了凯蒂婚姻的真面目。即使了解了瓦尔特，凯蒂也不会爱上他。母亲之死也让凯蒂父母的婚姻真面目显露无遗。父亲的情绪一直很低落，母亲掌控的这个家就像是一个囚笼，将他囚禁起来。所以他早出晚归，在家的时候总是沉默寡言。母亲一死，所有的束缚都被打破了，父亲获得了自由。 甚至事业上的突破与发展。母亲在世的时候，一直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为此，他不惜用自己的一生去算计别人，但他这辈子都没能如愿。死亡揭开了生命的面纱，凯蒂看着父亲如释重负的样子，也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高兴。他希望能陪在父亲身边，弥补父亲对他的冷淡。凯蒂希望他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 凯蒂还有一个清晰的未来计划，她想要生个女儿，让她能独立。告诉她，这个世界上，女人并不是为了依附于某个男人。凯蒂是自由的，这是对毛姆的一种怜悯。他告诉世人，曾经卑贱的女人，一个贪图享乐的女人，经历了生死考验，经历了背叛，经历了离别，却得到了爱的救赎，成为了一个拥有怜悯之心的人。但是这个过程很痛苦。 凯蒂的母亲没有经历过这一切，她只能绝望的死去，而她的丈夫则获得了自由。唐生夫妇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，虽然身份不同，但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凯蒂的母亲，而是一种低级的物质享受，一种尔虞我诈的官场。他们将永远得不到自由与安宁。凯蒂曾经以为自己的丈夫瓦尔特会深入灾区帮助灾民，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帮助孤儿。 帮助弱者，为的就是在辛勤工作中获得心灵的安宁。但是院长嬷嬷对他说：“安宁不在于工作，在于欢乐，在于人间，在于修道院。安宁只存在于灵魂深处。”凯蒂的灵魂曾经是不安的，为了所谓的上流社会，为了所谓的寻找真爱，不惜飞蛾扑火。但是慢慢的，生活的面纱逐渐揭开，上层社会庸俗不堪，温柔的情人。 其实都是虚伪狡诈的小人，就连父母之间也缺乏真诚。见过浮华之下的呻吟，见过豪门贵妇洗尽铅华，终日与死亡为伴。凯蒂的灵魂将会在生命的后半段平静下来。明天，凯蒂将迎来新的一天，就像郝思佳一样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不管是在战乱中毁掉了自己的家园，还是失去了亲人，一个历经磨难的女人。 终会以一颗平静的心，再加上不屈的斗志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。死亡会带走生命表面的面纱，露出世界的真相。经历过死亡的人将获得生命的勇气和灵魂的平静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。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讲到的要点。首先是凯蒂，一个二十五岁的老女孩，她的丑陋妹妹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为了避免在姐姐的婚礼上被人耻笑。 他匆忙与木讷的细菌学家瓦尔特结了婚。很快，凯蒂就发现这桩婚事是错的。她找的不是瓦尔特，她无法接受，爱上了英俊、前途无量的唐生。很快，他们的丈夫就发现了这一点。生活的面纱开始变得不再美好。但是，更糟的事情即将发生。瓦尔特说：“如果唐生愿意和凯蒂结婚，他愿意离婚。”可是唐生却跟凯蒂说：“千别。” 凯蒂大失所望，跟着瓦尔特来到了瘟疫最严重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凯蒂经历了无数的生死，经历了无数的生死。对于自己的丈夫、自己的爱人，她也了解了一些。但是瓦尔特病死了。终于，凯蒂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之后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母亲还没到家就不幸去世了，这让凯蒂有机会与父亲进一步了解。他发现，父亲在母亲去世后。 终于得到了心灵上的解脱，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。凯蒂决定从此以后一直陪伴着他的父亲，把他的孩子养大。人生最大的悲剧不在于人的死亡，而在于人不再爱。如果我们改变了自己，能够爱上同样的人，那是幸运的。